是我的字，我本名宇文英语。师娘，你我都是文人雅士，不要动粗。啊，你总算是回来了，你赶紧说说我爸爸。又怎么了？他说他是卧底，说你是毒蛇帮的。哟，孩子，妈妈有话要跟你说。今天你数学第六题选什么？第四啊。今天是高考结束的日子，有些话我可以告诉你。我是毒蛇帮的人，火海。我回来了。哟，不是你拿去了？我买菜去了，我。不妨啊，来来，宇文秋师，你是不是参加过那个节目《男扮女装》之后，在这条道上就不归路了？我回来了。我没太想一直走这条路，就是我回来之前，天硕啊，他问我说：“你回来想演什么呀？”我说：“尽量啊，咱就能不。”这个反串就不反串了，但是后来呢，我来了以后，我看了他这个万松书院这个本子，我发现这个师娘是一个必须要登场的一个角色，然后大队里边只有美籍一个女孩，那就舍我其谁啊。宇文秋实好像还有别的作品要去帮忙是吗？对对对，来，我们热烈的掌声送给宇文秋实，让他去准备其他的造型了啊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欢迎徐东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回到了这个舞台啊，来说说自己在忙什么。就是这个二喜之后，就是特别感谢这个节目，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拍戏，和各位老师很多地方都能偶遇。之前和兵哥在那个《末路狂花前》里边还碰到了，这儿还有几件，然后呢，一会儿啊，您拿给您太太也试一下，姐夫。你这怎么定你演这个马文才啊？啊，姓马吗？然后就说这个他们是梁祝这层关系，希望让我来试一试。我觉得那我不能演一个就是刻板印象里边太坏的这个马文才，我希望能以一个万松书院铁三角，大家都是好哥们儿，都是好朋友好同学的这个方式介入，对一个智商也比较有限的一个好朋友。对，我觉得好像还挺适合我的。非常好，就算你们不告诉我，肥师也能猜得出，这香囊的主人，他便是我。师娘，夫人，师娘，这个香囊上绣着的是英字。据我所知，您叫宇文秋实啊。秋实是我的字，我本名宇文英语。师娘，是不是有点偏科啊？你有意见啊？别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既然此事是个误会，那就到此为止了，以后谁都不准再提了。啊，这事儿过去了，翻篇了。好，毕业愿望写好的挂树上，没写好的继续写吧。啊，好嘞，好嘞，别生气啊，啊，先生，毕业快乐。谢先生。先生。毕业快乐。多谢先生。师娘，谢师娘。去吧，英台。哎，好了，大家的毕业愿望写的什么？说出来听听。我想金榜题名。好，改成顺利毕业。好。我想要父母安康。好。我想世上无难事。好。我想要吞并天下所有书院。好小子。哎，行，你我都是文人雅士，不要动粗。你走吧，师娘。
走，哎呀，走，你多走几步，差不多可以了。画师，没扯面呢，你都画仨时辰了，究得无礼。这是你们的毕业像，我定将你们画的传神。画好了，啊，太好了。画师一直以人像著称，这画的人和人也太像了吧。这多可爱呀，啊，可爱管什么呀，这是人像，你这画的都不像人。你这完了完了，先生生平最恨别人骗他了。是 啊， 是啊，那这画师今天肯定走不了了。哎，你我皆文人雅士，又岂能为难画师啊，您走吧。哎呦，告辞。走吧，走，差不多了啊，站那别动啊。喂，先生掉水缸里了，快去请司马刚先生啊。哎，先生，这不关我的事儿啊。无妨无妨，不用管我，你们去吃酒。哦，杜兄何事啊？梁兄可曾发觉我与他人有何不同啊？我早已察觉，近日我越发奇怪，每次靠近你的时候都面红耳赤，脸红心跳，呼吸急促，你是不是有传染病了？有病不要紧啊，不要传染给他人，快去治病吧。不是，梁兄，我健康的很，你也没病啊，你对我有这样的症状，可能也是正常的。我见到你就紧张，脸红心跳，这正常吗？那有的事情你换个角度想想，他不就通了吗？换个角度，难道我对你是？是。我不是啊。就是啊，我是啊。好，那我想想怎么跟我父母说。不是，梁兄，我健康的很，你也没病啊，你对我有这样的症状，可能也是正常的。我见到你就紧张，脸红心跳，这正常吗？那有的事情你换个角度想想，它不就通了吗？换个角度，难道我对你是？是。我不是啊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就是啊。我是啊。好，那我想想怎么跟我父母说。不是，咱俩是不是没想到一起去啊？我是说我对你也有一样的感觉。你也是。你父母开明吗？我啥呀，我是说你对我有这样的症状是因为我是女儿身。不用配合我啊，祝兄你还是祝兄，但山伯就不是原来的山伯了。我真是女儿身啊，你怎么不信呢？不信不信你看。你穿树干啥呀？那重点在树吗？哦，脚没事吧？我看看。梁山伯，你好好看看我。我真是女儿身啊，你怎么不信呢？不信不信你看。你穿树干啥呀？那重点在树吗？哦，脚没事吧？我看看。梁山伯，你好好看看我。你真是女儿身，太好了。梁兄，此事我只告诉了你一人，你可千万替我保密。若是被大家发现，告诉先生，我就毕不了业了。放心吧，我不会露出破绽的。多谢。
你干嘛呢？怎么了？你笑啥呢？我笑了吗？完了，毕不了业了。哎，不是不是，我就是一时知道你是女儿身，有点不太习惯。哎，对不住啊，祝兄。